啊。请林秘书长报告出席人数。报告院会，出席委员97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因程序委员会以本次会议议事日程草案送院会处理，现有民进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国民党党团分别对本次会议议事日程草案提出异议，现在进行处理。截止收案，先进行报告事项部分，请议事人员宣读民进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及国民党党团提议，请宣读。本月民进党党团针对就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四次会议议事日程拟请仅限列报告事项一案，一、宣读本月第九届第二会期第三次会议议事录是否有当进行公决。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四次会议报告事项，将时代力量党团拟具证券交易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以及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修正草案增列为报告事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四次会议建议增列报告事项共八案，如附表，顺序授权议事处依序排列，其余议事日程均照原议事处编列草案通过，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那么现在我们依提出的先后及旨趣远近，先处理民进党党团提议。请问院会对民进党党团提议有无异议？好，有异议，我们进行表决，按铃7分钟，并分发表决卡，请按铃。
好，我们按您的时间已到，现在进行表决。针对民进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报告四项民进党提案，出席101人，赞成68人，反对31人，弃权2人。赞成者多数。民进党党团提议报告四项仅限处理议事入照案通过。报告院会，好，好，那个记下，那个谁，那个是谁？好，马文君。报告院会，本次会议议事日程报告事项部分，依民进党党团提议通过或即不再处理其他党团提议。那马文君那个。报告院会，马委员文君声明，对刚才表决以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那么我们接续处理增列讨论事项部分，请议事人员宣读民进党党团提议，请宣读。本月民进党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四次会议议事日程，拟建请仅限增列讨论事项一案。本月民进党党团针对第一次会议报告事项第三案，总统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五条规定，提名许宗立、蔡炯敦、许志雄、张琼文、黄瑞明、詹森林、黄昭元等7位为司法院大法官，并与许宗立为院长、蔡炯敦为副院长咨请同一案之决定，提出复议，请公决案，并于对行政院院长施政报告继续质询前先行处理。其余对行政院院长施政报告继续质询，对行政院院长、主计长、财政部部长列席报告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编制经过继续质询。10月3日上午，审计长列席报告104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审核报告等案审核经过，并被咨询。10月3日下午，议程草案所列通过，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民进党党团提议有无异议？好，有异议，我们进行表决。民进党提案本案记名表决，针对民进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民进党的提议，增列讨论事项，出席102人，赞成68人，反对32人，弃权2人。赞成者多数。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讨论事项，仅限处理故意案、造案通过。现在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现在针对民进党党团提议之本案进行重复表决，具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对。过来，接着处理，是吗？对对对，啊，就请伊走。啊，再过来，咱就开始叫我报告事实，另外你会议事录啊。来，报案会针对增列讨论事项，民进党提案重复表决，出席102人，赞成69人的民进党的提案，出席102人，赞成69人。反对31人，弃权2人。那么赞成者多数。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讨论事项，仅限处理故意案，照案通过。报告院会，本次会议议事日程草案均照民进党党团提议修正通过。本次会议议事日程确定，请行政院林院长及各部会首长先行离席。是本次会议讨论事项处理完毕后，再行通知列席答询。好，好，好，没关系，我们来。好，请他们离席了。怎么样？你的人数要不要跟他分一分呢？分。就来分，好，来分。要让这一党多讲。好 ，OK，OK，、OK, OK, 这个没有问题，好吧？我同意，我同意。买了一杯了，廖国栋不会了。好来。请行政院林院长率所有的部会首长先行离席，视本次会议讨论事项处理完毕后，再行通知列席答询。来，报告院会将委员启程声明，对刚才表决以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报告院会现在进行报告事项，请秘书长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请宣读。报告院会。立法院第9届第二会期第3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9月23日上午9时至9时30分，10时4分至12时7分，下午20时34分至5时52分；9月26号上午9时至12时20分，下午20时30分至5时10分。地点：本院议场。出席委员9月23日及26日，曾委员、民中等109人对施政报告继续实行。列席官员：行政院院长林权等41人。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编制经过报告并答复质询。列席官员：行政院院长林权等3人。
主席、院长苏家全、副院长蔡吉章，报告事项。第一案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二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第二案至第七案、第九案至第九十五案均决定交付相关委员会审查处理及交付相关委员会。第八案经提案委员来函撤回，同意撤回。第九十六案决定，并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处理。第九十七案至110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员提案之延组情形。第111案为本院人事处所提之报告案。执行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2件，乙，本院委员执行部分35件。对行政院院长施政报告继续执行，决定下次会议继续进行施政报告执行。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编制经过报告，并答复行执行。其他事项：105年9月26日，朝野党团协商结论一项，报告完毕。好，好了，下一那个讨论事项。没有，议事录都我知道了，你就送下一张过来嘛。报告院会，针对上次会议议事录，并无委员或党团提出错误或遗漏之处，做以下之宣告：第二会期第三次会议议事录确定。现在我们开始进行讨论事项第一案。本院民进党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二会期第一次会议报告事项第三案院会所作决定提出复议，请公决案。本案经第二会期第二次会议决定，令定期处理，现在进行处理。现在有委员登记发言，依登记顺序发言，请林委员维州发言，发言时间3分钟。我一公说啊，民进党要把有违宪疑虑的许宗立送上司法院院长的位置。蔡英文总统首先提名了谢文定，在咨文已经到我们立法院之后，因为有争议，撤回咨文，换了许宗立。要来担任司法院院长。许宗立的争议比谢文定多10倍、多100倍。有违宪的争议的院长，将来要如何带领司法改革？把一个比较没有争议的谢文定换掉，换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许宗立，要来强行多数，要用暴力来通过，而且在现任司法院院长、副院长任期都还没到之前，就要急着要通过。我们觉得阿杰玛吃相太难看了吧？干嘛要假遐紧哟？免遐紧啦！我们不反对5位大法官以及副院长交付审查，我们都会实质的来审查。只有许宗立没有事先就没有审查，好不好？我们反对的只有一个许宗立，因为他有违宪的疑虑嘛。做了8年已经做满了，大法官8年就是8年，做满8年还不够，还要再另外一个8年。那以后大家都来做大法官，做完还可以隔一届再连任，我隔一届还可以再连任呢。那现在大法官规定的8年有什么意义啊？怎么会有这样的解释？最少他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连任或是再任，非常有争议，不是国民党有意见，而是法界都有意见啊。一定要提名这样有争议的人。我说为什么谢文定的争议没这么大啊？为什么要提一个更有争议的？
啊，到底后面的动机是什么？特征组也要废掉啊，提大法官也要提一个有争议，一定要让他通过。啊，现在是什么情形？啊，现在是司法要一条龙哟。我们不希望是这样啊，我们只反对许仲立。副院长可以交付审查，五位大法官可以交付审查，只有许仲立不可以。好，谢谢林委员。下一位，请赖委员四宝发言，时间三分钟。这样太难看，蔡英文吃相太难看，许仲立吃相太难看，吃相太难看，吃相太难看。各位，今天这一刻，民进党压霸的硬要强渡关山，让许仲立送上院长宝座。我现在告诉许仲立教授，你就会永远变成中华民国这个地方的一个违宪院长。许仲立是违宪院长，许仲立是违宪院长，许仲立是违宪院长。各位，违宪院长就会跟着许仲立审查的过程一路跟着你。许仲立教授，你愿意吗？你自己说过你愿意接受释宪，为什么你不向提名你的蔡英文总统说要释宪？当然民进党现在吃定国民党人数不够，但是请民进党的先进们，特别是柯建铭、老柯、柯崇韬，想一想第五届、第六届为了 NCC 事情，国民党怎么对你们？你们只有27席，各位，那时候国民党帮助你释宪啦，让 NCC 按照政党比例来讲的话是违宪，后来大法官宣布违宪。老柯，老柯在哪里啊？老柯不见了，躲起来了。老柯在哪里了？寻找老柯啊！想一想，你当初 NCC 的事情，你要求释宪，你们人数不够，国民党帮你们释宪。各位，不是国民党帮你们，不是国民党有良心的，国民党有良心啊，认为这个事情既然争议这么大，从第五届打到第六届，争议这么大，交给大法官来解决，交给大法官来解决。大法官释宪，我们就尊重。各位，我在这里深情的呼唤老柯，今天让你们强渡关山就强渡吧。啊，老柯 ，Where are you? Where are you? 啊，跑掉了。老柯在哪里呀？想一想，第五届、第六届，国民党怎么一起大家释宪？为什么？因为这是这么严肃的宪法的问题，是宪政的问题。你们今天强渡关山，许仲立即便顺利通过当院长，他永远就背负了四个名字，叫违宪院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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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宪院长。最后，还是在呼吁老柯摸摸良心吧。谢谢赖委员。报告院会，本案截止发言登记。现在我们邀请吴委员秉睿发言，发言时间三分钟。院长，各位同仁，大法官的任期到10月31号，所以如果没有要空窗期的话，十月这个月一定要来完成整个大法官会议人审查的人事同意权，这也是宪法规定本院的职责。那至于院长、副院长都已经辞职，所以他现在是
等着期待有接任人选之后就要离开他的职务。国民党的委员现在以一部分的人的看法来这个地方强力指责某某人是否在任有违宪之疑，也有很多的学者在报章杂志都有发表专门的论文，没有这个问题，也有回答，所以这个问题仍有争议。可是我们来谈一谈本院执行的，本院该做的工作是做实质的审查，让这些到底有没有道理彰显在国人面前。所以程序的公平正义是必要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审查的话，你没有办法把这个到底是不是适合来担任，有没有违宪的问题摊在国人面前。一个真正的政治工作者，他应该是说服社会大众，他应该是说服所有的国人。如果你们只有的道理，国民党认为的道理是正确的，你们必须充分的跟国人说服，让所有的人都认为说他来担任是不适当的。那这样民进党如果投票去赞成的时候，我们民党在政治的工作上就变成是错误的，将来也会受到政治上面的处罚。可是不走这条路，程序上一直背锅，不愿意进行审查程序，不愿意让实体上面到底许宗力先生有无违宪，以及他适不适合担任司法院院长这件事情，在立法院里面经过公听会、经过审查会来讨论，来让国人了解问题的这个梗概，就会在程序上背锅，在这个地方谩骂、指责，说人家违宪是凭你主观的意见啊。我想，一个政治工作者在好的政治议题上面得到国人的支持，他将来在政治的市场上才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才是正确的道路。如果不施指图，光用背锅、背锅再背锅，大家只看到选输了耍脾气，不愿意让程序进行，违反立法院应该尽的宪法职责。这样子的背锅绝对不会得到国人的支持，反而国人看到的是一个耍脾气、不知道怎么向国人说服、不讲道理的在野党。这样的在野党绝对没有资格叫做忠诚的反对党，大家说对不对？所以本席仅代表民主进步党党团，依照立法院议事规则第33条第二项、第50条规定，提出停止讨论案，进步表决。谢谢大家。这个好，等一下，等一下，我们来处理吧，好吧，我们来处理嘛，我们来处理嘛。那里啊，请大家哦，让我们来处理。
好，我们这样子哦，刚才我们稍微在异常哦，这个也没有办法到三楼，赶快再开录影机再重新协商哦。那我们做以下的决定啦哦，我们请国民党再提出六个发言，那民进党两个，时代力量一个，亲民党一个，啊，你们推派啊，你们推派啊，那这样子啊，好不好？赶快推派，赶快推派啊，赶快推派，赶快六党。如果国民党六个发言不同意，我们就照议事规则来。好，我们就照议事规则来。好，我们就照议事规则来。好，好，如果国民党党团六个，时代力量党团一个，啊，亲民党党团一个，民进党党团两个，啊，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发言，请国民党提出发言的名单。请国民党提出发言的名单，要照顺序吗？国民党这里是不是要照顺序？你们要照顺序吗？好，六个。好，好，那民进党先发言，民进党请叶宜君。好，等一下。办。如果没有，我们就照议事规则。没有，我们就照议事规则。啊、哦。好。好，现在民进党党团要求停止讨论，现在针对民进党党团提议进行表决。民进党提出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停止讨论动议，出席92人，赞成65人，反对26人，弃权1人，赞成者多数，宣告本案停止讨论通过。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建议本案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停止讨论者请按赞成，反对按反对。现在啊，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林委员维州声明，对刚才表决以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
停止讨论，重复表决。结果：出席99人，赞成65人，反对32人，弃权2人。赞成者多数，本案停止讨论通过。报告委员会，真表决没有问题吧？好，报告委员会针对民进党党团所提复议案，可否照案通过？有异议？有异议？好，那边有异议，我们现在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他们要站着。针对民进党党团所提复议案，出席100人，赞成68人，反对32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本案做以下决议：民进党党团所提复议案通过。好，那没有单子了，来继续。啊，好，那么现在进行本案的讨论。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国民党党团分别提出一项重新决定之提议，请议事人员宣读民进党及国民党党团提议，请宣读。本月民进党党团针对司法院大法官人事同意权案审查时程建议如下：一、10月6日星期四及10月12日星期三举行司法院人事同意权案公听会，每日由各党团推荐学者专家代表14人参加；一、政党比例由民进党党团推荐8人，国民党党团推荐4人，时代力量党团及亲民党党团各推荐1人，各党团审查小组委员一一上述比例推派委员组成学者专家及审查小组委员名单，请于9月30日星期五下午5时前送交议事处会诊。二、10月13日星期四、10月17日星期一、10月19日星期三及10月20日星期四上午进行审查，并视为一次全院委员会。13日上午审查司法院院长被提名人，13日下午审查副院长被提名人，17日、19日及20日上午分别各半日审查5位大法官被提名人。每场各党团分配询答时间：民进党党团1小时，国民党党团1小时，时代力量党团及亲民党党团各30分钟。各党团推派之名单时间及顺序，请于10月11日星期二中午12时前送交议事处会诊，与时视同放弃。审查完毕后，于10月25日星期二院会上午进行司法院院长、副院长同意权案投票表决，下午进行大法官同意权案投票表决。当日不处理临时提案，本同意权案相关事务及时程如附表。国民党党团针对本院对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行使同意权案提出审查时程如下：一、10月12日星期三举行司法院人事同意权案公听会，每日由各党团推荐学者专家代表14人参加；一、政党比例由民进党党团推荐8人，国民党党团推荐4人，时代力量党团及亲民党党团各推荐1人，各党团审查小组委员一一上述比例推派委员组成。学者专家及审查小组委员名单，请于10月4日星期二中午12时前送交议事处会诊，于时视同放弃。
二、十月十三日星期四、十月十七日星期一及十月十九日星期三上午进行审查，并视为一次全院委员会，分别各班日审查五位大法官被提名人，每场各党团分配询答时间，民进党党团一小时，国民党党团一小时，时代力量党团及亲民党党团各三十分钟。各党团推派出名单、时间及顺序，请于十月十二日星期三中午十二时前送交议事处会诊，于是视同放弃。三、被提名人之学经历、著作、研究论文等相关资料，于全院委员会期间陈列于群贤楼五零二会议室，上班时间供本院全体委员及党团所指定之党团助理一名查阅。十月四日星期二以前，各党团得以书面要求被提名人答复与其资格及适任性有关之问题，并提出相关文件。四、审查完毕后，于十月二十五日星期二院会上午进行大法官同意全案投票表决，当日不处理临时提案。五、行使同意权投票时，由各党团推派一人担任投开票监察员。六、五位大法官被提名人并为一张同意权票，投票会场布置依例授权议事处办理。七、本同意权案相关事务及时程详如附表。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开始处理这两个两个重新决定之提议啊。好，我们现在依照我们的议事惯例啊，先处理先收到这个提案的。那现在我们先收到民主进步党的提案，所以我们先处理民进党的提案。请问院会对民进党党团的提议有无异议？来，反对啊。那我们就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你要写啊。针对民进党的提案，出席一百零一人，赞成六十八人，反对三十三人，弃权零人。赞成者多数，民进党党团提议通过。现在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出重复表决，我们现在就针对本案重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就这样子啊，没有错啊，好。
针对民进党提案重复表决结果，出席101人，赞成68人，反对33人，弃权0人。本案民进党提议照案通过，那么照案通过之后，即不再处理国民党提议。报告院会，本次会议所内讨论事项已处理完毕，下午20:30继续进行施政报告之执行，现在休息。
道出来。哎，他这同时，他主席也要。